在海上生活最困难的是哪一些事情要克服呢？对你来说，对我来说可能是害怕，因为我其实常常会，有一些事情就是像风浪很大的时候会害怕，而且还有就是像。有时候害怕是有点无稽，就是你不需要去害怕，但是你害怕是没有办法说控制住，你不怕就不怕。嗯，那像是有时候风浪很大的时候，那我必须要在外面掌舵，然后我听到那个声音，我就觉得就已经觉得很惊吓。那个海浪的声音，对，海浪的声音，对，以及是面对茫茫大海的无所掌握吧，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就会害怕。但是如果说其实像我们去的地方，我们有控制在就是那种天气比较稳定的地方，对，所以。事实上是没有这么的危险，但是没有那么危险，害怕还是照样害怕。那其他我很难克服就是不舒适，因为在海上的话，我们通常在热带航行，那就湿湿的啊，黏黏的，那就是那种不舒适的地方。月童在海上会不舒服吗？你觉得会？哪一些最不舒服呢？就是晕船，对不对？就晕船的时候，晕晕的。但是这么不舒服，你们还是在海上航行了7年多，可不可以跟我们说当初为什么决心要带着孩子，然后跟先生一起到海上去航行？这需要很大很大的决心。是因为其实我在认识他的时候还在大学，还在念大学。那当时的话，我们就已经讨论到这个部分，这个可能性，航行全世界的可能性。对，航行全世界。那我第一次听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我说可以这样做吗？真的可以这样做吗？那但是他跟我讲的就是，我觉得是可能的，是绝对是可能的。那所以说当时就有这个梦想，可是梦想到他成真，他到底告诉你什么，说服了你，然后让你觉得说对对对，这是可能的。他已经有第一艘船了。他当时已经去过一点点地方，然后他跟我给我看过一些书啊，说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有去过，有都回来，所以这个是都是可行的。航行世界的人，你们不是第一个家庭，也有人试过。对啊，是啊，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例子，然后我们算是不算是很特别的了，所以那我们就是因为当时有这个梦想，所以在我们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我都觉得说既然我有一个梦想，我一定要把它完成，所以那些困难对我来说也只是一个去衡量哪一个事情比较重要的东西而已。比方说我觉得到底是梦想重要，还是到底是这些克服这些困难到底是不是难道我不能去克服了，那我都是一直都觉得说还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很难想象在海上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觉得在这么多年的海上经验里面，你觉得最惊险的事情？最惊险的一次是在就是在亚洲这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很不稳定，然后那个很多的雾，然后也没有什么风，所以我们在慢慢的航行，我们通常都没有在开我们的引擎，就是慢慢的航行。然后前方就有一艘小轮船，然后过来，然后它离我们蛮近，可是因为有雾，我看不太清楚它的方向。那等到比较近了以后，我觉得蛮危险，我就去呼叫他们，但是他们都一直不理我们。然后我把我先生叫醒，然后因为是我轮值时间，那我先生他就当机立断，他就转向，因为这很有可能撞到你们。对，你们的船跟他们的船其实体积是差很多的。对，是的，是很有可能翻船嘛。他如果撞到我们的话，他们就是可能他们船是受伤，那我们的话，我们很可能就是可能会就翻覆，甚至我们就其实我们有遇到一艘就是一位妈妈，她出书，她一个美国妈妈，他们的船就是被一艘没有开灯的轮船撞成两截，然后大概都来不及逃生，所以他们一家四口就她一个人存活下来。所以其实事实上是很危险的。是，那后来对，但是事实上现在也有，就是说现在有比较现代的设备，我们没有自备，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个人就是经费不足，然后而且我们又因为当时被撞了，就是我们在出海。我们在环游世界之前刚好被一艘帆船撞了，然后他没有付钱，所以我们就经费不是很足够。那其实有，如果你有雷达还有你有 AIS 的系统的话，其实是安全很多。所以那天晚上后来呢？后来没有怎么样，但是我非常的害怕。然后呢，然后后来就是很惊险，然后可是我们就好法无伤就过了这样子啊。
那是最惊险的一次。对，其实在海上有这么多的不方便，我相信一定有一个大海给你的礼物，或者是这个航行里面你的收获可以支撑这样子的一个航行世界的决心，你觉得那个礼物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全世界交的朋友，就是他们很无私的就是给我们他的友谊，然后我们非常的感动。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对我来说是一个礼物，可能对小朋友来说他可能还没有办法理会得到的是，我觉得大海是一个最完美的教室。就是当他在海上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可以心无旁骛，然后我觉得效果也是好很多这样子。对对，尤其是乐童的就是学科上面也没有落了。对，没有。对对对。未来还有想要再继续到海上去吗？我们暂时不会的这个计划，因为那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梦想。是。那我们当时所制定的目标已经达成了。那现在就是想说在陆地上，就是适应陆地的生活，也是另外一种挑战。对。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这么勇敢的一对家庭，然后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震撼的礼物，叫做到大海上去航行，环游世界7年多的时间。是。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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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童。OK。谢谢你。